特别期望他能叫我一声妈妈，但是他没对你没有任何反应。当你抱着他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抱着他的时候，就像抱住了整个世界。速度跟上，还有最后一秒，25秒，25。他没有过一个快乐童年，他的童年都是在康复中心度过的。上午9点到下午6点是马小天的康复训练时间，伏地挺身2000个，屈步前倾，拉腿，练腰，每项都上千次，这还仅仅是完成了每天最基础的训练。他没有过一个快乐童年，他的童年都是在康复中心度过的。他天天面临着什么劈腿呀、什么这样，浑身都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这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理解到的。因为最初双腿分不开，小天康复训练时经常需要老师协助他掰开双腿。每当这时，孙悦就会悄悄地躲出去，哭得撕心裂肺的。他在里面哭，我在外边看着他哭，就觉得哎呀不治了，妈回家养着你就是了，不受这罪了。后来你不得不面对现实。一个母亲为何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让自己的孩子承受这种痛苦呢？在他近似苛刻的背后，又有哪些隐情呢？我下午不想这样。你要去锻炼是吧？对呀，我也不会走。把手给我。走。哎呦我天哪！就我特别希望我儿子长大以后也能当一名军人、律师、警察都可以。你当法官，然后可以站在神圣的国徽下，可以去为弱小带去阳光、带去温暖，对吧？好像就是觉得自己的理想没有实现，特别想在他的身上去实现一样。军人家庭长大的孙悦从小心中就有一个英雄梦，他想像父亲和舅舅一样成为一名军人、警察，维护正义。然而16岁时，孙悦并没有考上梦想中的警校，于是他把所有的期待都寄托在未来。他想也许自己的孩子未来能实现他的梦想呢。从那时起，这个不灭的梦想伴随着孙悦从少女到为人妻、为人母。2012年12月，怀胎28周的孙悦正满心欢喜地陪伴着一个小生命的孕育。不料12月19号上午，孙悦突然出现了大出血的症状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由于孩子不足月，是选择保胎还是选择剖腹产，让孩子提早出生，成了摆在孙悦面前的一个难题。临近中午，孙悦已经出了1000多毫升血，可出血的症状仍没有改善，无奈之下，他只有选择剖腹产。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手术，儿子出生了，可孙悦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一出生他就在呼吸机上抢救，没有这呼吸机，可能这个小不点就因为窒息就死掉了。孙悦的儿子是早产儿，加上产前大出血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，导致宫内缺氧窒息，一出生就立马被送进了抢救室。看着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儿子，孙悦心如刀割。
就各种的病危单子怎么样呢？他出生的时候3斤7两，就那个小不点儿，就在呼吸机上抢救了那么多天，然后他都没有放弃，那我当妈的我为什么要放弃啊？在医院抢救了10多天，儿子终于脱离危险，孙悦也松了一口气。回家后没多久，孙悦却发现孩子目光有些呆滞，没有眼神交流。他赶紧带着儿子去检查，诊断结果一出，孙悦的心一下子跌入了谷底。孙悦的儿子先后被诊断为智力发育迟缓、语言障碍、癫痫、缺血缺氧性脑病，最终被确诊为脑瘫。医生宣告他终身无法行走、学习和交流。你所有的愿望，你所有的心愿，后来随着那一纸脑瘫的诊断证明书，你所有的希望都泡灭了。你从来没想过，你从来不会说想到这个，说我的儿子为什么说会这样，我满心期待，然后我为了，卡掉，不说这点了。从小天2个月大开始，孙悦就带着他往返各大医院和康复中心治疗。每次听说新的疗法，他就立马带着小天去试，想给儿子最好的治疗。2013年初那时候是接受不了，那么我记得其中有几年的时间是我是不敢跟朋友去提起这个话题的，甚至于不敢告诉别人我家里有这样一个孩子。第一是怕给朋友添麻烦，然后第二怕朋友瞧不起，怕朋友就是会说你一句，说哎，你自己的儿子怎么变成这样了，特别怕别人然后问我这个问题。孙悦曾是一名媒体工作者，跟拍、采访、救助失学儿童，帮助过许多困难家庭。为什么我帮别人带去那么多光明，而我自己却走进了黑暗？为什么在2012年之前，然后别人把孙悦都当成一个英雄式的一个女汉子，为什么在2012年之后，我却成了一个无助的母亲？孙悦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生活会跟他开这种玩笑，一时间他无法接受这样的巨变。慢慢的，孙悦有了抑郁情绪，甚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。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压抑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家住18层嘛，有一次就是我恐高特别严重，然后我就站在18层的时候，就是觉得生活无望了。看着躺在床上对这个世界浑然不知的小天，孙悦犹豫了。他明白必须要给自己的负面情绪寻找出口。为了缓解抑郁的心情，孙悦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要学会跟家人一起面对困难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和他爸爸约定好的是什么，每周末是我出去调整自己，我们把它叫喘息服务吧。丈夫很支持孙悦的决定，他明白孙悦的不易，因为自己忙于工作，照顾孩子的重担都压在了孙悦一人身上，于是工作之余他都尽可能地接替孙悦照顾孩子，让孙悦能够出去放松一下心情。曾经有一次外出，孙悦选择去了内蒙古大草原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短暂的外出让他收获了一个美丽的答案。在草原上遇到这几个老爷子，就是在蒙古包里边，我们听着他们那个年纪的人聊着他们那一代的事儿。这些老爷爷听到孙悦的经历，不断宽慰他，还给了孙悦一个他觉得非常美丽的答案。这些特殊的孩子在降临之前，他们都会在天上选妈妈，他们选妈妈，然后后来凡是被这些孩子们选中的妈妈们，都是什么，都是他们认为
我们这些妈妈是能倾尽一切力量去爱护他们的这样一个人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其实挺美的，我也愿意去接受。我说啊，我说既然你选择了我，那好，我接纳，我接纳我，并且呢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这份信任与选择，我会付出我的一切的努力，我们一起走好人生的下半场吧。小天算是脑瘫孩子中情况比较严重的，肢体、智力、语言都受到了影响。为了能够让孩子看自己一眼，孙悦想尽了办法。我天天在敲那个锣，那个锣声咚咚咚的，那么大的声音，他没有看我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你在面对着孩子，就是用那么大的声音去想呼唤他，特别期望他能叫我一声妈妈，但是他没对你没有任何反应。特别期望他能叫我一声妈妈，但是他没对你没有任何反应。当你抱着他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抱着他的时候，就像抱住了整个世界。速度跟上，还有最后一秒，25秒，25。他没有过一个快乐童年，他的童年都是在康复中心度过的。两个月、四个月、六个月、十个月过去了。孙悦每天都用各种夸张表演逗小天，小天却依旧躺在床上没有任何反应。慢慢的，孙悦的信念开始瓦解，可他还是不想轻易认输。直到敲了一年以后，孩子在1岁多的时候，孩子冲我笑了一下，孩子冲我笑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你抱着他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抱着他的时候，就像抱住了整个世界。孙悦说，小天的微笑让他的世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可小天的康复之路同样也是一场硬仗。经过无数日夜的思考，孙悦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而这个决定可能会改变他整个人生的轨迹。家离康复中心又比较远，真的就是每天跟着去，带着孩子回来还要做饭，然后晚上又要很早睡啊，哄着孩子，就包括还要带着孩子像洗澡上厕所，就每天他都要抱着嘛。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就带儿子康复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时间睡觉，有的时候甚至于连吃饭洗脸刷牙的时间都没有，你就会觉得生活无望，一眼望不到边。难道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？我的生活就是这辈子什么都不干，就是陪儿子去康复，然后怎么样，没有自己的生活，牺牲掉了所有的一切的东西，去换一个未知的未来吗？你最快记录是27秒，现在是38秒，你现在慢了11秒。孙悦一直在思考自己接下来和儿子一起面对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，怎样才能既养育好小天，同时又不丢弃自己的价值呢？他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每天沉浸在痛苦之中的妈妈，他要给孩子也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未来。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，我就特别想跟老天爷去试试手。我说你们不是各个医院的医生都诊断我儿子不会走路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学习吗？我说我孙悦，我倒要让给你们看看。终不可宣兮者，道圣德至善。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知耻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。来，你再说一遍，没事的儿子。大学之道，在民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我儿子有语言障碍，但是所有的语言他没有上过语言课。他所有的语言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教的。他其实永远承受的比我们要多得多，因为其实举最简单的一些例子，就包括你带着孩子出去，然后别人可能看到这个孩子是坐轮椅的，或者是说就是眼神不能正常的去跟人交流等等的，就会投来这种异样的目光。教会姐姐姐姐一口气，你说
每一个脑瘫患儿的家长面对的不光是孩子的不健全，还有外界投来的异样目光。虽然他们倾尽所有想让自己的孩子融入社会，但却常常不被理解。就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打顺风车去康复中心，那么在下车的时候呢，我一个手抱着孩子，一个手就是在拿着包，然后所以当时关门的时候可能重了一些。我记得那个司机就是说了一些特别特别难听的话，怪不得你生了这样一个孩子。你知道当时就是这句话对我打击有多大吗？因为这样一句话，孙悦的情绪低落了很久，甚至夜里常常一个人偷偷抹眼泪。我说本来我的生活挺不容易的了，我从来不想做这个社会的拖累，或者说是做谁的包袱，或者做谁的负担。但是我发现外界并没有像我想象当中那么宽容，对我们这些家长也好，对我们的孩子也好。在为孩子做康复训练的过程中，孙悦认识了很多跟自己有着共同经历的父母。他逐渐发现，在这种痛苦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。孙悦突然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想法，用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到更多的脑瘫患儿父母。空有想法该如何实现呢？这又成了困扰着孙悦的一大难题。